按摩这四个穴位，让男性性欲喷张，增加性的肌肤贴合感受力。承浮穴，承浮穴性感带最为密集，因主导生殖器官的神经从此处经过，所以指压时需要用力，以增加对性的感受力。性冷淡，恢复性能力。命门穴，该穴与肚脐处于同一水平，需要用拇指按住命门穴，并揉动数十次，以感觉到酸胀感为宜。按摩命门可改善性冷感，平衡恢复性功能，防止性欲下降。委中穴，主导生殖器官的神经延伸到该穴，用手指轻轻按摩，可提高性亢奋度，对缓和紧张情绪引起的性欲下降特别有效。创五肾气，防肾亏气短。肾俞穴，肾俞穴左右各一个，是肾经的重要穴位，经常按压可以强壮肾气，增强肾功能，对提高性冷淡有帮助。增加女性性欲可依赖这四大穴位。乳房、脖颈、腹部、背部都是女性的敏感部位，前期的时候可多爱抚这些部位，提升性欲。膻中穴，该穴位置显要，在乳房中间内侧，乳沟中间，长按可提升性欲，平时按摩亦有丰胸的效果，扩张血脉，良好助兴。大巨穴，该穴位于肚脐的两侧，根据实际情况按摩大巨穴，促进女性血液循环，扩张的血脉能让女性更快进入状态，达到神经兴奋，提高性欲，良好前戏。天柱穴，该穴在颈后，一般用拇指按摩，人体性感带亦藏在后脑至颈端这块区域，轻轻抚摸会有触电般酥软感，按摩同时可达到前戏效果，对整天对着电脑的白领女性最有效。唤醒新感觉，各鱼穴，各鱼穴在肩胛骨和脊椎骨之间，左右各有一个，可以用指压的方式促使血液流通，也可以用手指按摩各鱼穴，增加快感。此穴对三围不理想的女性更有效。人生不易，注意节制，愿您健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